すみません。少し遅れました。テレサさん。我是来自深渊的黑，我是降自云霄的白，诞生自创世之前，存在于湮灭之后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神之剑，黑渊白花，地灵额定功率，解放！你是希尔弗勒艾小姐，对吗？啊，是的，你是女武神幽兰黛尔。看起来黑渊白花也相当喜欢你这个新主人呢。啊，不，我只是为了救布罗尼亚姐姐。没关系，白花本就是用以救死扶伤的特种兵器，我也希望在这个场合它能照顾到更多的人。比如
照料德丽莎前辈的工作，我可以拜托你吗？她受的伤性质特殊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。啊，当然，交给我吧。他可是我们所有人的学院长呢。辛苦了。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我只需要凋零的这一部分就够了。这是天命的仙人主教引发的危机，理所当然，也应该由天命的女武神去阻止他。尤兰黛尔，你一声不吭的回来，现在又打算一声不吭的一个人去和奥托战斗？事先说好，我还有很多笔账要和那家伙算呢。我知道，那你应该也知道我期待的回答是什么。让我们并肩战斗吧，提亚娜·克斯兰娜。这就对了吗？你如果担心留守的问题，我们还有希尔，也还有可以从修布利安上赶来的更多人啊。确实，虽然刚才是我与希尔的初次见面，但他看起来相当能干，应该足以照顾拼尽全力后的其他人吧。是啊，希尔他可是很强的。那是当然。不过说起来，幽兰戴尔突然就重新出现的你，是不是时间点掌握的有点太好了呀？而且还专门换了身衣服。确实得好好解释一下才行呢。
好吧，看来你们天明内部也有很多隐情的样子，不过这些也的确没那么重要。毕竟此时此刻，那个奥托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我想他比单纯的敌人还要更复杂一些，不过目前来说，我们非战胜他不可。你们 S 级女武神说话是不是都这么绕来绕去啊？我都说那些不重要了，你也简单一点不好吗？希尔，幽兰戴尔也有自己的立场，我们就不要太为难人家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没关系，有话直说才是好事。啊，你们不用在意我的，刚才说了一些失礼的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还是优先讨论奥托吧。根据之前的说法，他打算在明天日出前让克洛斯腾以外的世界全部倒转500年的时光。我们面前的这座教堂已被攻破，可他却丝毫没有打算现身的意思。我想他现在应该身处于虚数空间的某处，他似乎以某种方式与虚数之术产生了接触。如果想对世界本身进行某些操作，他必须置身于世界之外，前往那些比现实更接近虚数之术的空间。奥托在离开的时候曾说，他要一项一项接管神的全能。他说话一向如此，那应该是指不同的律者全能吧。照这个逻辑，既然空之律者的全能依旧属于你，那么他能使用的空间移动方式应该也只有与你力量同源的神之剑，千界一城了。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能找到他离开现实时留下的痕迹，就能顺藤摸瓜，用空之律者的力量追击。应该没错，而且有你在身边，我应该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再次在虚数空间里迷路了。说到这个，我有点好奇，幽兰戴尔，你现在使用的这股力量，它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形式？
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，就是直觉上感到很熟悉，觉得我应该认识他才对。啊，抱歉，我好像问了个怪问题。不，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提安娜。简而言之，我现在的这种力量与我自己背负的圣痕有关。如果你曾经见过其他人完全觉醒圣痕后的样子，会感到熟悉也是很正常的。完全觉醒的圣痕，看来我也必须再加把劲儿才行了。天哪，难道你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？这种事情不试试看怎么能知道呢？结果还不错，但想要完全重塑心炎大剑，似乎还少了点什么。不过，就以现在的状态，也不是不能与失去约束全能的那家伙一战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恢复了差不多70%的样子。你没有勉强自己吧？虽然的确不是最佳状态，但也谈不上什么勉强吧。总比我们看着你一个人去挑战奥托要好多了。如果这时候我也还有足够的力量。没关系，希尔已经帮助大家很多了。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对阵奥托肯定会非常危险，而且守护后方也同样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我明白的，只是多少会有点不甘心。姐姐，德丽莎、浮华，他们都拼上了自己的一切，才为我们打开了现在的局面。我希望自己也能付出全部的力量，也能以更直接的形式和你们并肩战斗。知道，通过我自己的双手保护好他们，这本身就是一件足以让我骄傲和自豪的工作。希尔，怎么样？
他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厉害？那么后方就拜托你了，希儿小姐。你们只要别死在里边就行了，不然希儿可是会很伤心的。明白了，那么我最后联系一下修布利安。你们都说到这种份上了，那我们除了百分之百支持还能做什么呀？琥珀已经带着不灭之刃的队员赶去教堂那边了，他应该能帮希尔分担一些工作吧。当然我们也会尽力收集能量和弹药，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。如果有必要像支配绿者作战时那样召唤修伯利安，请尽管将我们传送过去。加油啊，我知道你们有能力打败奥托先生，终结他的计划，我相信你们。长光，你不是说要到足够安全的地方去避难吗？是啊，我觉得修伯利安就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嘛。行吧，这还真有你的作风。嘿嘿嘿，抱歉啦，比安卡，你为我担心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吧？哎呀哎呀，调节一下气氛嘛。既然你们要再去虚数空间走一遭，那我是不是也该把之前世界炮连接实验的成果分享出来？时候了，你还有事在瞒着我们？哎呀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说而已啦。听好了，比安卡还有皮亚娜，如果奥托先生真的能与虚数之术建立某种联系，那么他拥有的崩坏能可以说是近乎无限的。虽然他作为一个个体必然仍存在一个极限功率，但那也一定会让他变得相当死缠烂打，难以击败。总之
你们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或许我记录的一个实验结果可以对你们有所启发。之前在圣剑幽兰戴尔将世界炮连接上虚数之术的一瞬，第二神之剑记录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。在那个瞬间，虚数之术上原本对应着有限和无限的点位，在临近连接点的部分发生了性状的随机交换。也就是说，当虚数之术连接的空间发生变化时，在那个变化的区域周围，一部分原先在我们看起来属于有限的东西转化成了无限。而另一部分原先在我们看起来属于无限的东西变成了有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两种概念怎么会相互转化？不，就这个说法本身来讲，它的确有可能出现。虚数重整化，它是可以在虚数空间中定义的一种特殊变换，其基本性质就如长光所描述的那样。理论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以让二者相互转化的机制，只是逆商还从未真正观测到它的存在。可是这种抽象的概念究竟对我们接下来的战斗有什么帮助呢？我之前不是提到了吗？如果你们万一发现奥托先生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无限的领域，那么你们或许可以通过扭曲它周围空间的方式，将它卷入虚数重整化的过程，并迫使它回到有限的世界。对拥有空之律者力量的人来说，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对吧？
我会按字面意思记住这些说法的。嗯，那就够了。力者是能够引发奇迹的存在。只要头脑中存在正确的方向，那剩下的是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对吧？也许这就是他给你们加油的独特方式吧。能说是无用的知识，但假设过多，似乎和现状也没有太大的联系。就把最初的话再说一遍吧。我知道你们有能力打败奥托先生，终结他的计划，我相信你们。拜拜。让你们见笑了。他的确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呢。是啊，也许他真实的目的只是不想让我们太紧张吧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们在决战前的准备工作也全部宣告完成了。希尔，后方的事情就全部都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提安娜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。所以，你们也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哦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希尔。对了，尤兰戴尔，什么事？打开这扇门之后，我们就要和奥托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了。是的，你也知道，是奥托在实验室中创造了我。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，也是他把我当作仅仅一个实验品，一个复活绿者的容器。实验体 K423， 这个名字就是他愿意给我的全部尊严。
时的我还是一张白纸，不明白生而为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得到些什么，又应当付出些什么。是老爸以身作则，告诉了我什么是善意，什么是真诚。他给了我人世间最朴素的爱，给了我提安娜这个名字。然后他就消失了。我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流浪，为了找到老爸，也为了像老爸一样成为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，成为一个正义的游侠。那时我还以为过去的事都结束了，但奥托又一次出现，让绿者的恶意觉醒，夺走了圣弗雷亚的一切。我只能重新开始流浪，带着控制绿者的罪恶，失去老师的痛苦，还有让同伴们揪心的自责。也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，我第一次遇见了你。很自然的，立场不同的我们马上就不欢而散。那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，我也已经明白，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，它远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要复杂许多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幽兰戴尔，此时此刻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。现在的你是以什么身份选择了和奥托战斗呢？这的确是个好问题。我可以作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者，可以作为对抗暴行的起义者，也可以单纯作为一个为了世界命运而战的守护者。但这些都不是我此刻想要自居的身份，至少在再次面对他时，我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天命的女武神。我知道天命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，我知道女武神的工作远没有口号中声称的那般理想，所以在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的困境时，我才必须把天命，把女武神的解释权从那个我行我素的主教手中夺取回来。
天命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，军人当然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但这并不代表天命的成员都应该是上级的提线木偶，都应该是宏大命运的一个齿轮。什么是正确？什么是错误？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邪恶？什么是天命？这些都不是任何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东西。他们应该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每个人的道路，每个人的人生，在名为世界的画布上共同绘制的风景。所以此时此刻，我要和你一起从奥托手中夺回这幅画卷，为所有人保留在其上自由作画的权利。这也是我自己作为一名女武神在这幅画卷上留下的颜色和线条。这就是幽兰戴尔的意志吗？对我自己来说，这是名为比安卡·阿塔吉娜的意志。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，奥托他都是永远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一个人。如果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去打比方，他不单单是一个凯撒，不单单是一个麦克白，他也是克劳迪乌斯，是奥赛罗，甚至是哈姆雷特。它就像是一个美丽却又残酷，伟大却又邪恶的艺术品。我们终将战胜它，并将它的历史交由未来的人们评定。我想，这也是他本人的愿望。在你心中，他依然是一个长辈，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。是的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并肩作战，也并不妨碍我要认真地去击败他，甚至是杀死他。我已经充分了解到这一点了。那么，天命最强女武神，在正式进入战斗之前，要和我来个代表团队精神的击掌吗？Thank you.
怎么回事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不，你看那里。那是虚数空间在现实中撕开的裂缝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怎么样？可以感知到它背后的空间吗？嗯，单纯感知的话没有问题，它背后流动的确实是奥托之前使用的那种力量。只是，如果要把它张开到容许我们自由通过的程度，有困难吗？让我试试吧。不过，这毕竟是绿者的力量，你最好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以免受到波及。明白了。断绝妄念，收束呼吸。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觉。机会稍纵即逝，我必须积攒尽可能多的能量，一口气将它彻底撕裂。可以我现在的状态而言，只凭寻常的控制效果，似乎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爆发力。不管怎么说，果然还是要先尽力挑战自己的极限。
神者，变化之极，妙万物而为言。不能在这里退缩。我必须去阻止奥托，阻止他对这个世界做出疯狂的事。坚持住 Kiana。 还差一点我就可以帮到你了。你知道奥托要做什么？我知道。他真正要做的事，对世界蛇并无影响，对你曾经的同伴也是如此，甚至略有好处。你知道，我的习惯是亲自确认。那个男人的计划已经开始。你现在去，为时已晚。不，凯文。即使时间紧迫，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确认情况。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我的同伴。这么下去，你会把这里毁了的。还是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，在那里，你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力量。之海，你值得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雷之律者。
这里是……对了，我刚才听到了牙医的声音，他鼓励我坚持住。相当于有100个人的力量了。100个人的力量，我又不是什么超人。不，只要牙医在我身边，就已经感觉获得100倍的力量了。真是只有 Kiana 才会说出的话呢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开始想起以前的事了？月光王座，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。算算时间，已经1年多了。原来才过去了1年吗？发生了太多事，我都以为已经4-5年了。牙医，你怎么了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 Kiana， 我现在很清醒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别管我了。为什么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我才不会让你去世界蛇。那一天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，现在的我应该有几百种方法可以留下牙医吧。不，应该再早一点，回到甜椒咖喱的时候，或者更早一点，回到天穹市的时候，那样牙医就不会伤心难过了。但是那样的话，我们就走不到今天了吧。至于牙医，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，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嗯，我明白的，我当然相信牙医，他的心意我都知道，只是还是会忍不住想他。牙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里是绿者核心的深处，我们的精神能够彼此相通的地方。
做梦吗？如果我说是，你也不愿意相信吧？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呀？你没穿那件外套呢。嗯，你说过以后会一直穿着它的。啊，这开玩笑的。你变了许多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咱们一点都没变啊。你说的对。所以这里就像与那些记忆或者灵魂碎片相遇的地方，对吗？有点类似吧，只不过我们都是真实的自己，真实的意志。这里原本是所谓崩坏意志营造的空间，我之前偶然发现了它的存在，并想到了像这样利用它的方式。意志，那不是超级危险吗？没关系的，提安娜，他无法影响我。但我们能像这样交流的时间也不多，你们应该正在面对奥托的威胁吧？情况怎么样了？学院长、布罗尼，还有班长，他们拼尽全力为大家创造了前进的机会。逆商的前辈们，希尔、若扎里、莉莉亚，还有那些仍属于天命的女武神们，他们也都以自己的方式，为现在的局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。我和尤兰戴尔正在一同前往最后的战场，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作战。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战了。尤兰戴尔吗？作为同伴，他很可靠，你可以相信他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也助你一臂之力吧。这是就像在支配剧场那次一样，不是吗？征服的雷电，收下我的力量吧。无论多少次你失去的冰封，我都会为你重新铸成。谢谢你，雅姨。好了，快去吧。时间不多了，不是吗？雅姨，我……没关系。我都明白的，提安娜。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牙医讲，
不过，还是留到下次见面的时候吧。下一次，就是面对面了吧。走了，等着我的精彩表现吧。不要输啊，提安娜。当然，毕竟有牙医在的话，就相当于有100个人的力量了。好啊，那你就好好感受一下吧，这份100人的力量。尤兰戴尔，趁现在。明白。谢谢你，亚裔。亚娜，这里交给我吧。比安卡·提安娜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以阿波卡利斯之名，我欢迎二位共同见证这迎接天启的一刻。你们真的准备好了？拜托了，提安娜，别客气。配已经耗尽，约束也一时消弭。
但他们为我换来了时间，换来了不受打扰的场地，让我得以超越律者，直抵神明。拜托了，提安娜，别客气。来到最后晚餐的前菜。我的英雄们，我真心感激你们。不论从前还是现在，我都不愿向你们说谎，都不愿让你们陷入绝望。当然，我也不至于不顾你们的尊严，转身去照顾你们。要如何终结这虚数的权柄？那一点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吧。加油啊，少女们！让我上吧，尤兰戴尔。尤兰戴尔，准备好了吗？克里斯娜，看到地面了，准备着陆，进入后续战斗。虚无之种，等等，作为这里的主人，你们怎么能让我不略尽地主之意呢？湮灭归于此处，新星也由此而生。这力量既不属于凡人，亦不属于律者，它是虚数权柄的原始姿态，是大千世界的真理化身。来仔细品味这伪神的力量吧。真理什么都不算，来感受孤独吧。直上吧，克里希娜，破！让灵魂安静一下。加油啊，我的英雄们！我等待坠落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你真吵啊，可以请你闭嘴吗？好吧，好吧。破！我的演技有时候也确实让我自己感到不适。来一曲舞蹈之歌吧。让我上吧，审判的时刻到了。预备，丢。
来一曲舞蹈之歌吧。停止烈火，斩龙不动。亚娜，这里交给我吧。静静啊。去舞蹈之歌吧，寂静啊！吃上吧，克里希娜。破！你们的真理什么都破坏了。来一曲舞蹈之歌吧。痕迹，审判的时刻到了，来一曲舞蹈之歌吧。亚娜，这里交给我吧。太好了，你们果然又成长了很多，来吧，这才是权柄真正的力量。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这才是他真正的星象风景。走吧，最后的决战应该就要到来了。虚数的权柄，如果破坏掉虚空本身的结构，权柄是不是也会一并失效？是说用空之律者的力量吗？好像长光也说过类似的事情。拜托了，提安娜。别客气。那就试一试吧。你受虚数之术洗礼的我是无限的，你们要如何征服无限，就让我拭目以待吧。准备好了吗，克里斯吗？这就是你们征服无限的方式吗？破！你们的真理什么都破坏了，未免也太小看伪神的力量了。寂静啊！
这痕，绿者，你们想凭借这些虚数的影子去超越本尊？如果你们能做到，我倒是乐意奉陪到底。吃胜吧，克里希纳！破！记起他！来去无挡之多。来去无挡之多，预备，点火，提起他，就这，来去无挡之多吧，决战的时刻到了。晨曦已至，升起吧，伟大的正午，来取无挡之歌吧。少女们，你们觉得我残忍吗？让我来教你们残忍的道理吧。凡是倒下的，就应该再推他一把。你今天的表演欲还真是旺盛。舞蹈之歌吧，这句话一般不是等表演结束才说的吗？因为你的表演本来就快要结束了。天哪，这里交给我吧。你们的真理什么都破坏不了。晨曦已至，升起吧，伟大的正午。太巧了，拿下你了。还没结束。没用的。只要这个空间还沐浴在虚数之术的恩赐之下，我的权柄就会不断再生。你们杀不死我。无法被重整的力量是绝对无限的。
就靠区区空之力场。你们做不到。看招！啊！天哪，就是现在！让你的全兵去给你陪葬吧，妈妈、爸、妻子、老师、班长、德丽莎，这是你欠他们每一个人的。在一瞬间逆转了伪神之上的规则，使我的精神变成现在这样的孤魂野鬼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按照你们的意志尘埃落定，所以在此之前，我要恭喜你们。战胜了支配和约束，恭喜你们阻止了我去毁灭你们的历史和同胞。当然也恭喜我自己，终究可以不留遗憾地与自己的人生做最后的告别。主教，我们阻止了你口中那疯狂的计划。现在也是时候告诉我们你真正的目的了吧。你还真是相当坚持呢，碧安卡。怎么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不愿把我当作一个仇人来看待吗？你对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我当然不能原谅，但你对我的栽培，我也并不会忘记。而且至今我也依然认为，在内心深处，你还以某种形式相信着你教导我们相信的那些东西。
老实说，今天从一开始我就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站到我的对立面，去把我当作一个十恶不赦的人。虽然前者的确成功了，但后者也果然失败了呢。哼，啊，我应该感到懊恼还是欣慰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的确战胜了我，也在那一瞬间胜过了我身后的他。这是了不起的成就，活用那些经验，你们终将战胜崩坏，为你们珍视的这个世界带来持久的光明。终有机会对我所珍视的世界去做类似的事了。准确地说，是将一把失落的火炬交回到他的手里。他？难道说？看来你们都猜到答案了，不是吗？没错，在被你们粉碎之前，我尽管无限接近于神，却终究不过是虚数之数的奴隶。牢牢束缚在本征世界上，尽管确实掌握了重塑他的力量，却毫无自由可言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下了这样的一个赌注，我赌人类的意志可以创造瞬间的奇迹，能让虚数之数的法则在那短短的一瞬为之紊乱，为之折服。卡斯兰娜曾被我叫做 K423 的孩子，过去爱的力量曾让你做到过这一点。现在我证明了愤怒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。我把复活卡莲的最后希望下注于此。
事实也证明我的确赌赢了。唯有空之律者所能创造的奇迹，让原本无限的一切在瞬间停止的虚数空间重整化。他让那世界的蝎子，那个我精心选择的原点，得以以此为契机，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。就是说，为了重塑500年前的世界，你必须超脱现实，成为虚数空间的一部分，成为虚数之术的奴隶。而为了改变那个世界，改变那个人的命运，你又必须将自己从中流放。即便这么做的结果是，你会死，甚至你的存在都会彻底画下终点。当然，你不觉得现在这样是皆大欢喜吗？就像普罗米修斯盗取了天火。在那奇迹的一瞬，我得以将虚数之术上超越现实的力量带往世界的蝎子。他既创造出了历史的奇录，又让我不再需要摧毁你们所热爱的世界。虽然后者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不过谢谢你们，让我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去见证只属于我和他的奇迹。Thank you.
终会带着自己的一切罪孽死去。而对于依然选择前进的你们来说，征服崩坏的天梯此刻已向你们露出了最初的世界，那道路蜿蜒曲折，机不能行。但在它的尽头，的确存在着光明。别了，英雄们。哦，告诉德丽莎，很遗憾，她的爷爷不能出席她的加冕典礼了。生命还真是一种脆弱的东西啊！小时候我的姐姐战死沙场，他们告诉我她的灵魂不灭，她的精神将升上天堂，一代一代，人类总是乐于用这样的谎言欺骗自己，相信所谓的来世，相信意识的永恒。他们将人世伪装成不存在死亡的样子，直到死亡突然侵入他们的生活，降临在他们所爱之人的身上。甚至到了这种时候，他们会变本加厉地欺骗自己，相信爱可以超脱万物，坚信情可以永恒不灭。的确，爱乃至更广泛的情感，他们都可以引发奇迹，但奇迹的创造者只能是那时那刻还活着的人而已。作为曾被他们蒙骗的普通人，我也曾幻想人的灵魂存在于更高的维度，幻想着有朝一日我的所爱之人，他可以借助新的身体重归人间，在更好的未来生活下去。可惜，世界的规则并不如此。死亡的确是意识的消散，是一切的终结。我们无法接续那些夜已消散的星光，除非我们逆转时间，将沉默的坟墓之岛唤醒，将生命的长青之水重新注入那埋葬一切的过去。二分的道路将在那里再度展开，生与死的选择将自此形成两个世界，而代价不过是一个人的死亡，一个人的毁灭，以及那原本就想置我们于死地的崩坏。只可惜，领悟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奥托·阿伯卡利斯，他早已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恶人，他早已被自己最需要的力量憎恨得彻头彻尾。这确实无妨，他确实证明了出于爱的愤怒会拥有与爱同等的力量。
而在这样的英雄背后，特丽莎，我亲爱的孙女，你正在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领袖。假以时日，你终将让人们忘记你的爷爷，让他的是非功过湮灭于历史，消亡于谈资。只是偶尔也吃一点除了苦瓜之外的水果和蔬菜吧。你总是熬夜，身体应该补充更多样的营养才对。你知道吗？明天的加冕典礼，爷爷给你亲手缝制了大主教的剑衣，如果你不会嫌弃，那么就用它开启属于你的时代，洗去那些爷爷曾留在上面的污渍吧。德丽莎，我的那些老朋友们，赤原仙人、理智旅者，他们是真正的好人，一定会帮助你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而比安卡，我最后的学生啊，我操弄了你的人生，规划了你的命途，一边对你付出栽培的真情，一边又把你当作棋子欲取欲求。你知道吗？我在最后的这十年中对你所展示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像这般寂灭之后，有人能为我立一块无字之碑罢了。我不需要有人能评价我，毕竟这漫长而又短暂的500年，不过是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一厢情愿所能付出的一切罢了。他如今已经抵达了旅途的尽头，他所要完成的，所要见证的，所要救赎的，他们已经在虚数之树中生根发芽，只等待着那迷路的信使将最后的消息在一切都结束前送达。那一刻不会太早，也不会太晚，它会成为跨越死亡的镇魂曲，它会成为奇迹降临的赞美诗。世界将在那一刻只为了一个人而转动，让那被强加的罪孽烟消云散，让那被终结的意志继续向前。卑鄙将由我带进坟墓，光明会因你伸向未来。我愚弄了友人，愚弄了知己，愚弄了世界和他之上的规则。只为了给予那唯一真实的你以第二次生命，我回来了，卡莲。
本気で世界を変えようとした時、人は己の無力さに気づく。たった一人の彼女を救いたいなら、世界の悪意をみんな断ち切ろう。